次中奖，得奖的同学三年九班吴佩蓉。Thank you.
黄宏金、林佑成、黄国飞、吴冠生、王敏轩、谢金敏、蔡金黄。这个奖项呢，要邀请代表们赖美惠赖议长来出席，为大家祝福的我们女国际女主任，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女主任。Thank you.
黄全佑黄会长。颁发校长奖，得奖的同学有刘玉琴、叶嘉涵、陈和成、吴成威、黄轩雅、施欣颖、林慧宇、段嘉和、蔡瑞荣、黄忠胜、蔡金燕。这个奖项我们邀请我们安顺国小陈振恩陈校长来我们颁奖，热烈掌声欢迎陈校长。来我们颁奖，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王姐。